大家好，大家都 ready 了吗？那三二一，我们就正式提问哦。三二一，佩晨要不要先跟大家分享平常到底都是怎么保养？其实我觉得保养是我唯一不偷懒的事，我真的是有时候会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就偷懒，但是保养是我一直有的习惯。然后我觉得保养只要用对保养品，你可以很快的看到效果，那你就不会觉得保养很辛苦很累。所以我觉得用对保养品，然后或者是简单找到一瓶可以解决肌肤问题的保养品，你就可以很轻松，然后很短时间之内让肌肤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你保养最注重哪一个方面？我觉得要找对一瓶好的乳霜也蛮重要的，因为但是就是一直尝试，我觉得你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皮肤，然后你最看得到效果的保养品。所以我觉得找到一瓶好的乳霜很重要，因为现在有时候如果你不敷面膜，有时候我也会乳霜厚厚的涂上去，我觉得也可以达到省时间，然后让皮肤可以看到立即的改善。那你要花多少时间做这个？其实我保养很快，就是像我化妆、卸妆、保养的速度都还蛮快的，擦保养品大概五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卸妆也是差不多五分钟，化妆久一点大概20分钟左右。现在重心主要是放在家庭上，对，可以透露一些跟儿子平常相处的状况，然后最近会唱歌是吗？对啊，现在我的小孩快要满2岁，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就是开始会讲很多话，然后你可能以前跟他说过的话，他现在突然间都讲出来给你听，然后他现在会唱很多歌，就是小时候我们唱给他听的歌，他现在无意中就会自己唱出来。那所以他每天就会给我很多很多的惊喜。那小男生比较好动，然后现在如果我要抱他，然后他比如说我们要去哪里要抱他上车了，他不想上车，他就会手伸直，你就根本没办法抱他，你就是也没办法，就只好跟他待在那边。所以我其实蛮珍惜这个相处的时间，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还在跟你玩，然后跟你互动的这个过程是我觉得很可爱的。虽然有时候我的体力，然后或者是真的有时候觉得怎么还不赶快回家，像昨天我们带他出门，他就很开心，他不想回家，我们就在路上，因为他就不坐上那个婴儿，就是儿童座椅，汽车的座椅，他不坐，然后我们车子又不敢，因为后来他就跑到前座去，好像想要开车，我们就把车子整个停下来，然后也不敢开引擎，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跟着他闷了快将近快1个钟头，大人小孩都满头大汗，最后跟他好说，就是劝他说我们可不可以上车，讲好久，他才终于要回家。所以就是又好气又好笑，但是最后看到他还是没办法，我们本来都说以后再也不敢带你出门了，他就会说对不起， I'm sorry， 下次不会了，你就说好好，马上说那我们明天再去开车。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段时间真的是最可爱的时候，因为他会似懂非懂的跟你讲话，我很享受现在的时光。他刚刚有讲到儿子好像有时候也会对你甜言蜜语，他会讲些什么？就是我觉得他还蛮懂得，就是你跟他讲一次他就会记得，比如说如果他有听到爸爸称赞说妈妈有没有好漂亮，然后他就会说好漂亮哦，然后呢他也会说辛苦了，谢谢，拜拜。就是你看那个小朋友跟人家说辛苦了就觉得很好笑。那他也会说，比如你问他他像谁，那如果谁问他他就会说他像那个人，比如说如果外婆问他说你长得像谁，他就会说像阿嬷，那如果我问他就会说像妈妈，这样那个大人就会被他逗得很开心。会不会担心他这样子快速会甜言蜜语，然后拔到一些女生？我觉得他以后应该是蛮有女孩缘的哦，像我们公司的女同事有时候跟我们一起回家或者到家里来跟我讲事情的时候，每个女同事都好爱她，都先问她她今天在做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去看她，这样然后她就会特别招呼女同事说拜拜，谢谢，哇，这样子跟人家好来好去的。所以我觉得她还是算蛮迷人的小朋友。那如果她什么18岁就说哎，那个妈妈还要当奶奶，你接受吗？现在我先不要想这个，会太紧张。今天就是情人节，
接的时候蛮特别跟老师过节。对，要不要讲一下老公现在还是跟以前一样浪漫？其实我先生一直都不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然后其实我也不是那种一定要过节或者是一定要庆祝什么节日的人。那但是我觉得偶尔大人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你把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24小时黏着他，对他不一定是好事。我觉得你要经营好自己，你要让他看着大人是怎么样在过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对他也是一个正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两个就会告诉对方说，我们偶尔还是要就是过以前，就是我们正常的时候，该出去吃饭啊，该有就是两个人的时间还是要保持这样。最近好像有插曲，是你要接自己的冰到这个床，还是没有在洽谈？其实没有，应该是没有要做这个事，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会希望有一些新的，就是新的类型、不一样题材的节目，因为就是其实我也主持过不同类型的节目，那如果有好玩的，那我就会比较有动力，然后我也觉得比较不一样，观众也不会觉得好像都是聊一样的事。我也很期待有新形态的节目，那我就会考虑试试看。所以自己比较想要挑战哪一种？如果是实境秀是可以。实境秀我也没有特别是要或不做或不做，就是要看看是什么样方向的。如果很有趣的，我觉得也可以尝试。谢谢我们现场非常辛苦专业的媒体朋友，感谢。